除了讲关怀，这老大人也来关怀这囡仔。伫这春节期间，这镇中建分局瑞安派出所是结合了这公益团体做回来关怀这行为偏差学童，因拢是前往这彰化儿童学院来慰问。除了讲伫将这慰问金以外，也带来一挂民生用品，希望提供这大地这学童来使用，也希望透过众人的这关怀，会当改变这学童的偏差行为。在田中警分局内安派出所所长廖金灿的传下之下，包括内安警友站、警察志工协会，也有儿童关怀协会等等公益团体，拢派员前来慰问，而且搭配民生用品甲物资，另外毛在慰问金等等，各界爱心都由儿童学院的导师代表来接收。春节将届哈，我们这次特借着这个机会，经由我们乡秘书长哈，还有我们志工理事长，还有我们民防小队长，还有我们相关义警人员。投入这一次的春安慰防工作，这次针对儿童学院里面的儿童还有工作人员进行春安慰防，希望借这个机会唤起社会大众能够投入更多的心力，慰防这些弱势团体，让他们能够过个好年。彰化地方法院还有我们彰化县儿童少年关怀协会，以及我们田中分局内安派出所，以及我们田中那个志工，我们的林理事长，还有我们内安派出所我们的周小队长，共同来慰问我们彰化儿童学院的这些学生，他们其实都是来自于最弱势的家庭，虽然他有偏差一点的行为，但是也需要多一份的关心和关爱。在岁末年初的时候，我们集合警戒，还有这些志工们，还有我们法院，还有我们学儿院这边，共同来慰问这些同学，能够得到一些的温暖，能够得到一些更多的亲切和关怀啊！谢谢各位这次能够来莅临我们彰化儿童学院来慰问这些学生。根据彰化儿童学院指出，目前只是安置着七名行为偏差的囡仔，伫几年后都需要有两名会安置伫遮。伫遮的生活，就好亲像是一个大家庭，和每一个囡仔都会当感受到大家庭的爱。如果有各界关怀，马家的囡仔都会当甲一般的儿童同款，快快乐乐过年过节。最新闻社汉晚点中报道。